原标题：为什么会有魏忠贤不死大明不灭的说法。魏忠贤这个被丑化了几百年的脸谱式的人物，你以为被丑化主要是魏公公得罪了拿着笔杆子的东林党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坚持不懈的特殊大叔终于成功洗脑了处事未深的崇祯，在特定的时候笔墨远比刀剑更加锋利。崇祯一道圣旨隶属了魏忠贤数道罪状，处死了大明的最后的顶梁柱。这一天东林党嗨到了顶点，但是17年后在北京城外炮火隆隆的崇祯17年三月份的某天，崇祯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江山是亲手断送在了自己手里。17年前的蝴蝶效应余波如此巨大，他这个时候才真正明白了老哥天启帝死前的那句话：忠贤克谨忠贞，可记大事的真正意义。崇祯亲手打倒的魏忠贤是忠于皇室的，是忠于老朱家的，但他身为皇帝不能认错，但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内心的挣扎和愧疚。崇祯亲自安排人手找到了魏忠贤的遗体，葬在了京西碧云寺，这个行为相当于为魏公公平反了。崇祯在上吊前深深地明白了谁是大明的吸血鬼，谁是大明皇室的忠实家犬。魏公公在天启执政前为什么代表农民阶级的李自成没有反叛，就是因为魏忠贤出身农门，深深明白农民的不易，搞的一些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比如在大旱大涝的灾年都能够免除受灾群众的徭役赋税，还给筹钱赈灾，安顿民心，让老百姓至少能活下去。魏忠贤的政策偏向于向江南等附属区域进行重税，比如战争状态的时候加征贸易税、商业税、开采矿产税、盐税来筹集军饷资金，使得虽然大明在天启帝就进行的打击叛乱战争没缺过钱，后院几乎也没有着过货，但是唯一触敌的便是代表江南富户的大地主的东林党的利益，他们出身都是这些家族，自然对魏忠贤的政策严重不满，谁动了我的奶酪我们就喷谁，管他什么国家利益，这个准则是万古不变的。有时候满嘴仁义道德的知识分子远不如一个阉人在大事上更有深明大义和远见。事后崇祯认识到那些叫嚣的比谁都昏的东林党大臣和王公们遇到事儿了，个个都哭穷喊冤，血淋淋的打脸事件便是在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那些在朝堂上死活叫嚣拿不出钱的王室贵族王公大臣们被小李一通暴打，结果大家都清楚，比如只愿意出10000的国账，足足搜出了几百万两支炬，他们都是大明的蛀虫，喂不饱的貔貅，他们借刀杀人，利用崇祯把他们的克星魏忠贤弄死后，愉快开心的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至于后期加派疗饷，管我屁事，找农民要去。结果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活活的把崇祯坑死了。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吊的崇祯耳边，终于响起了太监曹化淳那句忠言：忠贤若在，势必不至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